大家好，欢迎来到表叔侃世界啊！今天呢，我这里非常非常的热啊，华氏应该是差不多到了100来度了啊，也就是说可能是30来度啊，所以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空调也不断的开着啊。那么在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呢，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新冠病毒啊。新冠病毒在我们伊利诺伊州啊，今天的最新的统计啊，是阳性确诊的人数啊，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伊利诺伊州已经将近达到将近18万人了啊，也就是说，患这个病毒的已经将接近18万人了啊。那么死亡人数啊，截止今天为止呢，已经接近8000人啊。那么是昨天吧，一天，昨天一天，新诊断的这个人数将近1300人啊，也就是说这个最近有点迹象啊，就是说这个感染好像又回来了啊，就是这个我估计是因为复工啊、复产的原因，因为很多人都开始到处跑嘛。你现在我们出去，今天中午我出去吃饭，到餐厅里吃饭啊，也是那大马路上人车很多啊，大家不断在动，那么呢，这个人数稍微有些上升啊。那么昨天好像死亡人数接近30人。那么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发现啊，这个病毒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啊。一个礼拜前听说我老美一个老美朋友，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老美朋友说，他患了这个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呢，因为这人也是一个熊腰虎背的啊，所以他好像目前没有大碍啊，也没有说有这个生命危险啊。那么刚刚我在录制节目之前，我看一下当地新闻，我们孩子上学的学校啊，就是我孩子上学的学校，今天呢确诊了一个高中生患了这个这个感染上这个病毒了，呈阳性，说是，应该是前几天吧，这个小孩呢是个高中孩子啊，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个应该是体育训练方面的一个活动，结果今天就确诊了，然后学区就是赶快发布通知。发新闻，然后说又把学校啊，还有他们活动的场地，都进行了一次非常严格的清洗啊。这就是关于我这里啊，这个是第一次这么近啊。就是说呢，过去都是到芝加哥啊，芝加哥人很，这个感染的人很多啊，也没有想到我们这里会有这么啊。最近几天这个新闻也越来越多，好像我们这儿包括你看，我们门口，我们家门口的小孩的学校，我们孩子的学校都有人感染了啊，所以看来还是真的是应该注意啊。我现在只要是到商店啊，到这个公共场合，我一般还是戴口罩，口罩放在车里啊。我只要一出来啊，我只要是去进商店里头啊，或者干什么，我就戴那么我出来转悠呢，如果没有人，我也不戴。这个是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么一个给大家汇报一下。好，那我就是想聊一下什么呢？想聊一下最近几天特别火爆的新闻啊，所以我不得不聊一下。就是从昨天当然了，前天是大家都在谈，哎呀，这个美国的抖音和美国的微信是不是要被禁啊？好，那昨天呢又说是川普总统说打算啊，就是打算，这个新闻都是说是计划打算，并没有真的还没有说是要这么做啊。那么打算什么呢？打算就是禁止中国共产党的，就是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他们的亲属来美国旅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人已经在美国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是这个访问学者还是学生身份等等，或者是访客之类的，如果你是中共党员的话，他要吊销
你的签证，也就是说你的签证会宣布无效，你得离境。啊，这是昨天啊挺热门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还是像新闻那个头条啊，还是微信啊，包括美国的这个华文报纸啊，还有一些英文的报纸啊，美国的一些英文报纸都在报道这个消息。那么究竟会不会这么做啊？其实呢，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啊，不会的。虽然大家可能，出国的啊，也许知道，没出国的也许不太清楚啊。实际上呢，在申请美国签证的那个申请表上啊，他都会填有一栏啊，这一栏呢，很多人不会太注意，就是问你是不是党员啊，问你是不是纳粹组织成员，是不是共产党党员啊？他是有这个问题的啊，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是不是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很多中国的党员来美国都没有问题，无论是商务签证啊，或者干什么都来了，对吧？啊，记得还有一次在我们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那是华东什么大学的那些党员学生，居然还进行了一次在学校的校园里的宿舍里挂起中共党旗啊，还搞了一次这个海外生活会啊，党组织的海外生活会，结果呢，谁知道怎么搞的？FBI 就从哪儿就发现了这个新闻，然后就开始调查。后来这个国内这个大学本来是在官网上发布这个消息，后来也赶快把它删了啊，因为你这个党的组织在美国啊是不能进行任何活动的，进行任何政治活动的啊，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啊，那么这个9000多万的中共党员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啊，会不会被禁止来美国旅行？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啊，就是说美国是不会这么做的，啊，不会是像这个新闻炒作上的这么做的，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咱们过几天可能就能够分晓啊，因为这个打击面太广了，啊，这个打击面快太广，啊，那么因为在这个美国的这种宪法里，还是在日常的人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是能够容忍这个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政治信仰的啊。你不能说他可能知道，就是说你申请的时候填表的时候，你如果你是党员，你应该填写党员啊。如果你撒谎，比如说你说我不是，但实际上你是，他会给你拒绝签证啊，但是不会就是说，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反正只要你是党员，我就不准你来。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啊，也不，我认为也是不合法的啊。对于美国人，美国的法律来讲也是不合法的啊，因为你毕竟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他是个党员，但是他呢，也可能并没有做到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拒绝他啊，仅仅是因为他属于一个党派，你把他拒绝啊，这是按照美国法律来讲，这是不行的。好，不如不，也就是说，不能是因为他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的不同，你把他拒绝入境啊，这个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他可能是基于其他原因来拒绝你的签证，比如说他认为你这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或者各方面，他可能觉得你不适合入境美国，或者是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或者什么啊带来一些威胁和风险，他可以以这种理由。但是你让他就是说，假如就是说总统发一个行政令，就是说只要你是9000万的党员当中的啊一个人，或者是你是这个9000万党员的这个家属啊。那你想想，那你恐怕占了中国的一半人口了，是不是？如果不占一半，也占三分之一了，是吧？所以啊，我认为这个呢是新闻的炒作啊，我认为是不值得信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也用不着过度的去解读啊，真的啊，用不着，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美国呢，在这个啊，精英圈里啊，这个政治精英圈里，包括像国会啊、政府里，很多人意识到了啊，中美
两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战略竞争对手，但目前两国并不是敌对国家啊，不是敌对国家啊。特朗普总统就是川普总统，他也不希望把两国关系搞到那个地步啊，搞到一个真正的完全敌对的地步，他不希望啊。因为他还是希望，就是说，他能够管控的，他需要管控，但是他仍然还是希望要继续跟中国做这个生意，继续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呢，像这种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做法不是美国人的这种做法，他可以限制某一些阶层的中共党员，包括很高层的，对吧？说因为他是，一直在推动某一项美国政府不认可的一项法律，或者是规定，或者是他认为某一些人参与了对某些中国的一些政见不同的人进行的这个所谓的管控，或者是按照美国人自己来讲呢，说对某些人的迫害，那么参与了这些人的。这些中共的党员和干部，这些人是有可能上了制裁名单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你就是说把9000多万人，包括他们的亲属等等，这个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啊。我认为，川普总统不会这么做。好，这就是我给大家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啊。也许过几天就有这个分享。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欢迎您订阅，咱们下一集再见。